allow Australia to catch timber and fish。咁啊，呢个时候我哋用鼠讲声拜拜先啦，即系我们先开始学校做嘅嘢 ，and say goodbye to Australia。咁喺呢个时候要再提一提大家啦，闪光灯系一定要熄咗佢噶。现在请你们再检查一下你们的闪光灯是一定要关掉的，谢谢你们。咁跟住第二名咧，就仲系都几出名个海豹，就叫做斑海豹啦。现在最常的美食动物就是斑海豹。你试下做啊，好唔好？个海狮咯。你呢个斑海豹，佢哋全身都系脂肪，可爱之余咧都好聪明啦。佢哋能够适应咗一啲北极咁寒冷嘅气温同埋水温。斑斑海豹全身都是脂肪，可以帮助他们保暖。So sometimes because they have a layer of fat, which keeps them warm in extreme weather。第二个问题啦，咁啊，大家可以把握机会举手咯。问题就系大家可以讲下我哋。
先走。嚟嚟嚟，企喺度冇乜嘢。飲入嚟，我心地球嘅指令。我地球依家非常之危險，究竟地球遇到乜嘢麻煩呢？我呢會由 Water Cycle 水嘅循環開始講起，水係由蒸發凝結沉澱，講起都穿流形成水嘅循環，就好似一身後呢循環一樣，環環緊扣，起承轉合。水喺呢循環過程之中，成為昆蟲提供重要嘅資源。出嚟之前，水咩嘅多樣性，水咩嘅多樣性係指水唔同種嘅生命。佢像呢個地球，其中嘅細教題影響，從而令到地球生態達到平衡。但是港中人不负责的生态环境，去浪费、滥用、乱烧电等，令到地球大祸临头。哎呀，你睇呢几垃圾，垃圾一九油，你点做生态平衡？所以我哋维持生物多样性，你啲咁嘅垃圾，我哋简单清除啦，冇集佢。我哋想做之前，喺冇任何垃圾之下，究竟佢可唔可以成功做得到呢？Recycle.